血拢要喷出来，你看你。嗯。啊，你是看我甲别个查某人出国去佚佗，安怎尼啊受气啊？哪会？爱停水恁去去啊！啊，我是想讲哦，迄血煞爆炸安尼喷出来危险吗？最新一集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》，婆婆钟欣凌为了摆脱一哥许杰辉的深情追求，竟然凑合她与小姑张可云一同出国游玩。没想到一哥反用激将法，让婆婆大吃醋，两人之间的斗嘴让不少网友直呼也太好笑了。你吼、哦，哎呀，那做人介好啦，拢要哄惊喜啦，多谢你介绍啦。上文阿公哦，伊也想要出国吼、哦、去散心一下啦。啊，人阮吼、哦，那行程吼、哦。拢安排好势安尼。啊好啦，恁两个就好爱去死了，啊、去耍啦，哈哈，耍几多耍。啊，正拄啊好，阮两个拢拣着吼塞班岛啦。啊，听讲吼、哦，迄日头若要落山的时阵吼，啊，都在迄沙坡安尼散步，啊，拢无人来叫了，迄景致吼，偌水的呢吼。嗯，啊，而且吼，听讲遐足浪漫一刻的啦。我就知。笑的那样，恁会哈啦？憨的啊！啊，恁那面相敢那无啥好看。那哦哦，恁两个啊，落好啊去耍啦，去迄放赛道好啊耍啦。耍是赛班岛。啊对啦，啊赛班岛啦，都想讲闹一组叫放赛。啊紧急插播最新消息，位于美国北马利安纳群岛的塞班岛于当地时间今日上午9:40发生火山爆发。外交部领事局提醒前往塞班岛旅行必须格外注意安全。火山爆发之后，危机已经让当局紧急撤离了上万民众，并且警告随时可能再发生，以及不排除引发火山海啸的可能。火山爆发同时也伴随着火山灰碎石碎屑以及高温蒸汽的火山灰柱，最高高达15米。会让巨大的火山灰柱为闪电的震撼末日景象，也让许多民众陷入恐慌。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电话拢无接，找你找甲有要紧的代志要甲你讲啦。啊，是啥物代志遮尔啊紧急啦？哎呦，啊落迄新闻啦！新闻讲吼，迄塞班岛哦，火山要爆炸啦，迄树叶你莫去啊！哎呦，啊但是吼，迄上云啊吼，真期待呢，吼、哦！啊我吼、哦、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呢，我哪会用个失约啦？血拢要喷出来，你看你讲。嗯。啊你是看我甲别个查某人出国去佚佗，安怎尼啊受气啊？哪会？爱停水恁去去啊！啊，我是想讲哦，迄火山爆炸安尼喷出来危险吗？嗯，哎，若有机会哦，去看卖火山安怎喷嘛，袂歹啊。啊，无亲像吼，有诶，迄火山休眠，休有够久诶，啊嘛毋知影佫会喷啊袂喷呢。我伫甲你讲真经诶，你当作我伫讲耍笑吼。啊无换来关岛啊！吼、哦，讲遐边啊有迄个啥物天体岛吼、哦，讲大家吼拢安尼吼，伫遐安尼烫光光，安尼放互自然，偌好个咧。天体遐都无穿衫呢，迄到时阵哦，火山爆炸了就是地动啦，地动了就是海啸，海啸一冲过来，哎呦，跳起个时阵哦，拢无穿裤啦，都袂看裤。啊你嘛真奇呢，哈！啊，爱我去的嘛是你，啊，这样不爱我去的嘛是你，哦，你有够搞怪的，啊！我哪会去爱到一个这么搞怪的查某人？但是太可爱呀，让我吼，甲甜一世人啊！嘴子遐尔，敢那要硬嘴硬舌，天气内层啊！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